Notion Agent 用半个月就彻底颠覆了我过去五年的知识管理工作流，朋友们，时代真的变了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正在探索用 AI 加速知识管理的二一。今天我们来聊聊 Notion AI 和 Notion Agent 都有哪些有趣又实用的用法。配套文档已经帮你打包在评论区了，点赞收藏支持 UP 主的更多创作。另外，我的 Notion 模板已经帮助超过700个用户搭建起属于自己的知识管理系统。 AI 时代，你的笔记远比你想的更重要。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了解模板详情。闲话少叙，我们直接进入正题。我把 Notion AI 的基本能力分为这三层：模型自由、场景融合、数据连通。首先， GPT、Cloud、Gemini 这些最强模型你都可以无限量使用，不用操心额度，不用来回注册账号。它能读取你上传的各种文件，也能联网搜索学习最新的前沿知识，问答、写作、分析的质量都是世界第一梯队。第二层，场景融合，写作和问答不需要切换窗口，过去你用豆包或者 GPT 等工具得先把资料复制给它，生成答案后还得粘贴回到笔记软件里，但 Notion AI 可以在左边写文档，右边等答案生成，这个体验差异懂得都懂。关键不在于省下切换不同软件的那几秒钟，而是在等待的过程中，你的工作心流不会被打断。第三层，数据打通，你可以在对话框里直接引用某个段落、某个页面，甚至整个数据库，然后让它直接读取和编辑。所以我们可以说 Notion 是 AI 工具里记笔记能力最强的，同时也是笔记软件里 AI 能力最强的。但这三层能力加起来还只是问答机器人的升级版，接下来我要讲的 Notion Agent 才是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东西。所谓 Agent 就是一个可以帮你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 AI 系统，它有三个关键特征，首先是记忆，能知道你是谁，喜欢什么。其次，能决策，可以根据情况自己判断该做什么。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，它不只能给你建议，而是能真的动手干活。就像你饿了想吃饭，普通 AI 是给你推荐一堆菜谱，你得自己买菜自己做，而 Agent 就像一个住家私厨，知道你爱吃什么，冰箱里有什么，然后直接把菜做好端到你面前，还会顺手挑掉你不爱吃的香菜。所以 Agent 的核心框架就是信息加决策加执行。概念讲清楚了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Notion Agent 具体都能做什么。场景一，让世界没有难写的周报。每个打工人都有过这种体验，周五下午盯着空白文档，试图回忆这周到底都做了什么，然后翻任务列表，查会议记录，组织语言，费劲写完自己不信老板也不看的周报，既浪费时间又消耗工作热情。但现在我只需要打开对话窗口，输入生成周报这个命令，然后去倒杯水回来，一份结构完整有理有据的周报已经写好了。Notion Agent 自己在整个笔记库内完成了搜索、查找、分析、输出、排版等一系列操作，并且每一条结论都可以直接导航到对应的任务笔记或者项目页面。场景二，让减肥这件事更简单一点。减肥的本质是制造热量缺口，但谁能坚持每顿饭都手动记录卡路里呢？现在我直接把午餐拍下来发给 Notion Agent， 不用输入任何命令，它就能自动识别食物类型，估算蛋白质、脂肪、热量、碳水等数据，然后在我的饮食记录数据库里创建一份饮食记录。更厉害的是，如果我的笔记库里有记录个人健康档案，比如存在糖尿病、高血压之类的记录，那么它不光能记录饮食数据，还会主动提醒我升糖指数，给我更精准的个性化健康饮食提醒。场景三，让创作者没有难画的配图。以前我写公众号文章最烦的就是要配图，每次都要思考用什么风格、什么色调、什么构图，然后再费劲整理成 AI 画图的提示词。但现在我用 Notion 写作时，只需要选中一段文字，然后输入生图这个关键词，它就会自动读取我预先写好的生图偏好文档，然后理解这段文字想表达什么，以及这张配图需要在上下文中承担什么作用，最后直接生成一段结构完整的提示词，我就可以直接丢给 Nano Banana 去画图。通过这种方式生成的提示词不仅极其快速便捷，而且风格都是统一的，因为我的审美偏好早就已经写在我的 Notion 笔记库里了。所以你看，不管是写周报、记饮食还是画配图，我从头到尾就做了一件事，告诉他我要什么，剩下的搜索、判断、执行、创建、修改、存储等动作全是 Agent 自己完成的。那他是怎么知道该去哪找，以及找到信息后该按什么标准去执行的呢？答案就是这份 Agent 底层文档。这份文档就像给 AI 写的岗位说明书，第一部分我首先定义了他的身份、使命和回答风格，以及他必须了解的关于我这个人的基本信息，并且我要求 Agent 每次新对话都必须完整加载这些信息，这决定了 AI 每次回答的底色。
普通提示词是一次性的，每次都要重新输入，但这些 agent 文档是写在 Notion AI 的底层设置里的，它可以被自动加载，每次提问都会立即生效，还可以以文档的形式随时便捷地进行修改。第二部分是专家模式，我设置了不同的场景专家，每个专家都会由特定的关键词去触发。比如我输入周报，它就只会加载周报生成手册。这份手册里写了去哪个数据库查任务和项目，怎么提炼信息，用什么格式输出。这种场景路由的设计让 AI 可以每次都只专注处理一个场景，只加载最少的必要信息，这样可以让执行的动作更精准，让输出的结果更稳定。这才是 Notion Agent 最让我兴奋的地方，你的笔记可以直接变成 Agent 专家的技能包，因为你可以在执行手册里嵌入子页面，或者引用其他笔记作为参考资料。也就是说，过去你在 Notion 里积累的写作心得、方法论、个人偏好，全都可以立刻变成 Agent 的经验，有一种左脚踩右脚上天的感觉。不过这一切都有一个大前提，那就是 Agent 的能力必须建立在清晰的结构之上。如果你的笔记库本身就是一团乱麻， Agent 也会跟着迷路，所以在开始使用这个功能之前，建议先规划好自己的笔记分类。如果你觉得无从下手，想更快拥有一个逻辑清晰、体系完备的信息系统，可以点击简介或评论区置顶链接，查看我花了一年时间打磨的 Notion 一站式全能模板。视频最后再聊点我的感受，大多数人和 AI 的关系还停留在有问题就开个聊天窗口的阶段，用完即走，下次见面又是陌生人。但 Notion Agent 给了我一种不同的可能，它不再是外部工具，而是一个可以被训练、被塑造、和你一起成长的协作者。它不会每次都问你想要什么格式，因为它已经记住了你的偏好。它不会在你的工作区里漫无目的的搜索，因为你已经告诉它该去哪找、该往哪存。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。不过目前的 Agent 还需要你主动触发，而 Notion 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功能叫 Custom Agent 即将上线，它可以让 Agent 在后台按时间或者按条件自动运行，从你问他答进化到他主动做。比如每周五自动生成周报，每天早上自动搜索全网 AI 资讯，然后汇总成一篇简报给你。这个功能我会在上线后立刻测评。另外，今天演示用到的 Agent 模板以及一篇更全面的图文解析也全部打包在评论区了。觉得有用的话，欢迎点赞支持 UP 主的更多创作，也欢迎你购买我的 Notion 一站式全能模板，目前已经帮助超过700个用户搭建起了自己的知识管理系统。 AI 时代，你的笔记远比你想的更重要。这里是正在探索用 AI 加速知识管理的21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